同学，你是这样画蝴蝶的吗？有点草率了，想不想学个简单漂亮的蝴蝶？先用淡墨画出蝴蝶的外形，注意翅膀的高低、宽窄等透视的变化，接着用赭石点出身体，头部呈倒三角形，肚子只要露出一小部分就可以。画脚的时候要注意用笔的停顿和线条的粗细、长短的变化，用浓墨勾出眼睛和身上的花纹，花纹要顺着身体画，再强调一下翅膀，用淡赭石、淡湖蓝染一下翅膀，胭脂点出翅膀上的花纹，最后用浓墨修饰下画面，完成蝴蝶，你学会了吗？